喂，什么事儿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哎呀，你的盖爷爷啊！医院有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去了。你看你一接到电话，你就要回去，你还说你心里没他？这完全就是两码事儿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了呢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要走你走。 你不走是不是？娘，你走你就真走啊！沙河，沙河，师兄，白医生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欣欣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了呢？ 我去查房的时候，其他患者家属说他一早就走了。这个人太没良心了，你对他那么好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们简直跟小偷一样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去工作吧。 体温38。 就是一些感冒发烧，最近一次是2个月前。孩子怎么不好了？这不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吗？今天早上不肯吃饭了，我这一摸额头，滚烫的，我就带他过来了。您给瞧瞧。嗯，没事。来，张嘴啊，宝贝儿，然后放松啊，舌头放松。来，抬抬下巴，抬一下来。好了，这两天咳嗽吗？ 不咳嗽，我看了一下，咽喉是有些红肿，不过可能是因为炎症引起的发烧。您不用担心，回去多给孩子喝点水，吃水果和青菜。这两天呢，就不要去幼儿园了，在家好好休息。这不给打针吗？不用，我没有烧到38度，我是不用打针的。加油，好，您的病历。 您可以走了，这就把我们打发走了吗？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什么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们是过来看病的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刚才不是已经给您看过了吗？您这就是看过了？我们今天一大早赶了2趟车过来，为了这宝贝儿，我在外边排了3小时队呀！哦。 您让张嘴叹了一眼，这有2分钟吗？就打发我们走，没给打针，不给吃药，这倒好，光让喝水，这不糊弄人呢吗？彭然家属，首先您这个逻辑就是错的。您来医院是干什么的？废话，我来医院当然看病的了，不然还能干什么？谁没事跑过来这儿啊？您先平复一下您的心情。谁说来医院就一定要打针吃药了呀？ 孩子本身有自限性的，自己就能够自愈，为什么非要打针吃药啊？可是你看看什么呀？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？那他要是明天还不退烧怎么办？还不退烧挂个门诊就行了。你放心吧，快点走吧，叫下一位吧。 医生，没有下一位了。今天上午一共看了58个患，4分钟一个。你看见没有？你说说这些家长，能不能有点常识啊？这种感冒发烧，稍微有点常识啊，在家或者是社区医院都能够自行解决，为什么非要往医院跑呢？医生，我有个问题，咱们的门诊和急诊都有儿科常见病手册，里面都写的清清楚楚，为什么就没有人关注呢？ 为什么呀？不光是患儿得了病，那些家长啊也都得了病，得了焦虑症。哎，小帅，徐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师是来给你送复习资料的。妈。
小山妈妈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值夜班没能过来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以后啊也不用再过来了。妈，你给我闭嘴！小山妈，你是说我被解雇了吗？是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补了一个月了，考试不但没进步，反而还退了两名。 把秦老师解雇，我不愿意，我就是不愿意。这事由不得你。哎，小帅，你的补课费呀，我会打到你账户上的。老师，你课题报告我看看，写的还是挺详细的。 那当然了，总不能给您丢脸吧？不会吧？嗨，你找我？哎，对，你好，医生。哎，不是跟你说那个薇薇的事儿吗？叶医生就是主管薇薇的医生啊，你就跟他介绍一下吧。行，好，我先走了啊。主管薇薇再见。是这样的啊，目前薇薇的情况越来越好了，再过几天就可以转入到普通病房了。请你来呢，是知道薇薇对你的情感是越来越依赖。 嗯，他也在一步一步的康复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出院的问题。我知道这孩子对自己的父母还抱有幻想，所以要请你帮他完成情感的转移，让他接受福利院这个事情，慢慢的去接受，完成情感的过渡。好，我明白。小左口病在哪儿啊？ 邱继父现在能离那么远吗？你来干嘛呀？今天中午怎么没来吃饭呢？还生气呢？我跟你说。 今天上午盖医生找我，是因为一个患儿的事儿。患儿怎么了？手术出问题了？没有，患儿恢复得很好，但是今天上午他妈妈带着他跑了。跑了？嗯。为什么呀？估计是因为欠费的问题吧。欠了多少钱？ 将近4万，那么多。嗯。前段时间他们家里发生过一场变故，孩子的父亲因为一场车祸不幸去世了，所以他们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。看得出来，他们不是故意赖账。 医院会把这钱算在你头上吗？孩子的手术是我做的，中间有一些问题跟我有关系。没关系了，这个我们俩一起承担，等什么钱也不多。你不生气了？ 这是灵马事儿，各医院的事你想怎么解决？唐医生，你忙，不打扰了啊。哎，申医生，于西，来找薇薇啊？对啊，她怎么样了？ 正好上午跟楚老师去查过房，恢复的情况不错，应该很快就能转到普通病房。那不错，嗯，正好他也在找你呢，见到你应该会很开心的。哎，唐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刚才跟你说话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是。 儿外科的申贺医生啊，姓什么？姓申。
醒身子，护士长，这四床的药我已经跟药师核对好了，给他拿过去就行。在家，好的，护士长，看薇薇吧，快去，她在房间里等你呢。刚才我的楼下看见唐叔叔了。我老爸，他怎么不跟你一块上来啊？他。 好像跟申医生谈点事情。申鹤，在哪儿呢？就在楼下。哎，在家。什么情况？你冷静一点。你这个骗子！对不起，叔叔，你这个骗子呀！我向您道歉好吗？道什么歉啊？你跟我说开什么家具店，又说在锦江开店，你谎话说得很好啊！家具店的事让你蒙对了。 啊，为了骗我们，你下了不少功夫吧？啊，我问你，如果我没拆穿你，你还想骗我到何时啊？叔叔，我本来是想等您完全接受我之后，再把我的真实职业告诉你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这个骗子吗？老爸。 你就别说他了，还不是因为你不让我跟医生谈恋爱，所以我们俩才骗你的。啊！你还以向着他说话，我不让你跟医生搞对象，是为你好啊。骗你说他是做家具生意的，还不是为了照顾您的情绪啊？这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吗？他这是在欺骗我呀！这是人品问题呀！这个小子，道德败坏啊！ 老爸，你能不能什么事不要上纲上线的？我跟他谈了4年恋爱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再清楚不过。他就不是。你刚才说你们谈了多久恋爱了？我。你还想骗我？叔叔，叔叔您别生家家的气。这样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。我其实和佳佳是校友，我是他师兄，比他大3届。 我跟他在4年之前就已经认识了，他知道您不允许他再大学里面谈恋爱，是我一直在追求他，他一直都在拒绝我，是我一直对他软磨硬泡，我才把他追到手。我女儿我最清楚，啊，他从来不会骗我的，可是因为你，他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啊，你这个骗子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教他的？老爸，申鹤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 你搞什么呀？你一定是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荷尔蒙冲昏了头脑，迷住了眼睛啊！你自己还不知道啊？啊，他绝对不是个好人。他能骗我，就能骗你呀！啊，所以我是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的。我这辈子我就认定他了，我就要跟他在一块儿呢。佳佳，你。 如果你真的跟这个骗子结婚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老爸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断就断。你看，你看，佳佳，是你教他的，是不是你教他的？叔叔，是不是你教他的？说，叔叔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教他的？您冷静一下。叔叔，您别生佳佳的气。 他是太冲动，说了气话，你让我好好跟他谈谈好吗？谈什么谈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到底跟谁在一块儿啊？佳佳，他是你爸爸。喂。 对不起，叔叔，我现在有一个术前会议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，好吗？你别再惹你爸生气了。我回家等你。 晚上跟你算账。
哎，齐医生，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今天下班以后要去做家教的吗？啊，我被解雇了。那你以后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嗯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饭还是有的吃的。 谢谢你啊，小雅。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真去啊？真去。咱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你就把所有问题都往我身上推。 主意是我出的，事情是我逼你做的啊。不放了，孩子们既然想出这么个办法，那是害怕你自己情绪上过不去。再说了，我觉得人家小生的孩子挺好的，啊，又真诚又善良的。善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你别在这和稀泥了，他这是品质问题，我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一个骗子。骗子。 你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好吗？哎，你就是心里再有想法，也得心平气和的跟他们谈，知道了吗？我不能够心平气和。哎，称动是魔鬼啊，而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哎，来了。阿姨，叔叔，哎，谁让你来的？啊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走。叔叔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 叔叔，您先别生气，今天我是特意来向您道歉的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，走。叔叔，您听我说。哎，老爸，你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就没法聊了。聊什么？佳佳，有什么可聊的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。你是要我，还是要他？你自己选择。 老唐，别逼孩子了。你闭嘴！老爸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是。叔叔，闭嘴呀！怎么样？选择还是不选择？ 不选择就断绝父女关系。叔叔，您真的，您听我说，闭嘴，走。佳佳，不要冲动。佳佳，华姨，哎，佳佳，小声。我说你个大喇叭。 你怎么能说那么重的话呢？啊，什么脱离父女关系啊？孩子还是小时候好，不会让你伤心。我看你呀，也没少让佳佳伤心。我不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嫁给一个骗子啊。
什么骗子呀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呀，说话做事就是容易冲动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才见过人家孩子几面呀，啊，一会儿你就喜欢的不得了了啊，天上有地下无的，一会儿就一口一个骗子骗子骗子的。那他也不能跟我对着干呐，我是他老爸呀，啊。叶叶那个死丫头，哼，出入的跟佳佳在一起，同住一个宿舍，佳佳跟申鹤，他完全没有理由不知道的，还装模作样做卧底，哼，全部都是骗子。哎，你不是还把那个燕燕介绍给于西了吗？介绍了又怎么样？于西喜欢的是佳佳。我想想办法把这事扭转过来。哎，你可别忘了啊，你跟你女儿佳佳已经脱离父女关系了。哎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扭怎么转的。你看着吧，我女儿一定会回来求我的，我的女儿我最清楚。好好好，对对对，你女儿你最清楚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扭转啊！你就好好的在这儿等着他回来吧。啊！佳佳，咱们进门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把所有问题都往我身上推，怎么话没说了两句，你又跟你爸干上了呢？我就是不想往你身上推，他早就把你看成眼中钉了。我替你挡刀，你怎么还说上我了呢？佳佳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你把问题往我身上推，你跟你爸之间至少还有余地，对不对？等你爸火气消下去之后，找个机会再好好沟通沟通，说不定你和你爸之间就没事了。现在倒好，你又跟他干上，他不仅觉得我不是个东西，还彻底把他的心给伤了。那你想让我干嘛？我现在就回去，我告诉他，老唐生了他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从现在起我跟他一刀两断。佳佳，我拜托你理智一点行不行？不要再说气话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缓和你跟你爸之间的关系。我都快要被他逼疯了，我现在从这儿跳下去的心我都有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啊！行了行了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希望你跟你爸对着干吗？啊？如果你把你爸的那颗心给伤了，你自己一定会比他更伤心的。这点我非常清楚。他是我爸，他难受我不难受吗？你爸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你。他不希望你受到委屈。爱我，这样我就不受委屈了吗？哎呀，当医生有什么好的？连指甲油都不能涂。哎，你就真准备不跟我说话了？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，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就这么决裂了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也喜欢绅士兄？你管得着吗？反正我做不出那种挖别人墙角的事儿。看看，怎么样？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吧？什么叫挖别人墙角啊？只要你真的喜欢他，你就应该勇敢的去追。
你怎么知道他跟他女朋友就一定合适呢？你怎么知道他跟他女朋友不合适呢？师兄心里就只有他女朋友一个人。烦死了，赶紧接电话。喂，于西，我在跟我的好闺蜜唐雨佳聊天呢。吃饭呢，好吧。她可不一定有时间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我得回去睡个美容觉啊。手机还我。姐再玩两天。吃着锅里的，看着碗里的。好吃。小姐，你说这是谁给李医生做的呀？这保密工作简直了，这么多天愣是没抓着。真漂亮啊！来，小姐，你也吃一口。我不饿，我不吃。哎，要是每天都有这种夜宵啊，我天天加班都吃。你是要我，还是要他？你自己选择。走了一大圈，又回到原点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。原来平淡的曾经，让爱。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人，你撇下自己的父母，11年不肯回家。你不要跟我说。治病救人是做医生的天职。回头才发现，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。原来我错了，以为你没有火焰，不能把我点燃，就不要在我身边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恍若过了一光年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生命过了一光年。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你不也没睡吗？要不我们把结婚的事儿跟他们说了吧。又回到原点，我们该不该？他们应该不至于逼着我们俩离婚吧。佳佳，不能这么做。
这么做，你爸爸他会更伤心的。给他一些时间，也给我一点时间，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回头才发现，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。原来我错了，以为你没有火焰，不能把我点燃，就不要在我身边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恍若过了一光年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生命过了一光年。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。你的每一天，恍若过了一光年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，生命过了一光年。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。那老爸，我这辈子我就认定他了，我就要跟他在一块呢。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个骗子结婚，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诺言。干嘛呀？你个死心眼儿！你昨天没被那个患儿家属给打坏吧？没有。就被挠了两下，你呢？手术很顺利，小帅吞了很多试卷，幸亏手术及时。办法你想出来没有？有点眉目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爸是不是特别听你家华姨的话？也没有啊，他们俩还对着干。但道理是听的。我是想啊，他山之石或许可以攻玉，你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华姨给约出来，咱们先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这太难了吧？我就没看他们俩分开过，小时候开家长会两个人都一块儿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让我想想啊。华姨，喂，华姨，华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爸呢？你爸在家呢，他不知道我过来。叔叔他怎么样了？一晚上没睡，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一整夜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我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把问题处理好。你们呀。华姨，我们俩不是故意要骗我爸的，
是我爸老揪着内歪里不放，我们俩没办法才。阿姨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佳佳，主意都是我出的。不管是你们俩谁出的主意，佳佳，你得理解你爸，他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他和你妈离婚了以后，他一个人带着你吃了不少苦。他这也是害怕你的婚姻再出现什么问题，所以他才特别的谨慎。阿姨，我们知道，其实我和佳佳找你来就是想让你一起想想办法，给叔叔做做思想工作。我和佳佳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希望叔叔能够尽快的接受我的真实身份。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，可是就是太年轻，生活经验太少。是，佳佳，他不希望你找一个当医生的，但是咱们可以慢慢的给他做思想工作呀。他是倔，但是他还是讲道理的，不是？你们不该骗他。你说他第一次见你印象那么好，这突然间一切都变成假的了，你说搁谁谁不生气呀？花姨，他平时不是挺爱开玩笑的吗？就当我们俩跟他开个玩笑呗。什么事儿都能开玩笑，就是这种事儿千万开不得玩笑。你忘了那年你妈出国走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的让你爸等她，等啊等啊，等了三年，后来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你妈刚出国半年就有了别人。她多难受，可是还得想着法的瞒着你。你想想那阵子她一个人过得有多难。华姨，你别说了。所以呀，他就是见不得别人骗他，特别是在感情这种事儿上。阿姨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那您觉得我和佳佳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他这是心病，心病呢，还得心药医。佳佳，你得跟他承认错误。佳佳，咱们承认错误，至少得把态度拿出来。华姨，承认错误可以，但是我跟申鹤，我们俩绝对不能分开。没让你们分开。唉，其实感情这种事儿呢，谁也保不齐将来会发生什么。小申，我不是在暗示什么，我相信你们俩是真心相爱的，阿姨支持你们。小申呢，虽然没见过你几次，但是阿姨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。谢谢阿姨。你爸那边呢，咱们还是慢慢的给他做思想工作，哪天等他心情好了，我们就找他聊，聊一次不行就聊两次，两次不行就聊三次。他这个人呢，是非常倔，但是他的心也非常软。你们呀，就是要学会将心比心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阿姨，谢谢你。行了，阿姨不耽误你们工作了。忙去吧，佳佳。哎，阿姨走了啊。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担心叔叔呢？你也听到了，一晚上没睡。
其实我小时候很少惹他生气的。